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套根 Epicurean Wood 啊，套根，套根咧，顾名思义咧，呢个疗剂咧系同呕吐有关嘅。咁任何套根出现嘅毛病咧，唔论佢系边一个系，譬如呼吸系统又好，或者嗰个胃嗰方面嘅消化系统都好啦，咁佢都通常咧都系会出现咧系严重嘅呕吐。严重的呕吐，作呕，作闷，作闷，作呕，作闷。同埋咧，佢啲有一种就啲系会排出嚟，冲出嚟嘅，加上作闷，譬如可能嘅黏嗱、那个黏液啦，系呕吐排出嚟，或者流血啦，流血都系冲出嚟嘅，经血又好，可能因为嗰、那个。流产作流产咁大量出血，或者咧系吐泻咳啊咁样样，咁通常咧有啲嘢即系会有啲嘢排出嚟嘅，喺嗰个肺啊，喺个鼻哥啊，喺嗰个子宫啊，喺嗰个胃啊，喺嗰、那个阴道啊，咁即系一个好热好嘢，好多嘢爆出嚟排出嚟，加上咧就作闷记住咧恶心。好强烈的恶心嘅，咁呢恶心咧，系你点样呕都好咧，呕完之后系亦都系又仍然得恶心，好强嘅。咁可能咧，头痛啦，或者咳啦，哮喘啦，或者嗰、那个晕车浪啊，嗰、那个吐泻啊，咁都系有啲急伴上恶心喺呢一个嘅，即系作呕嗰种咁样嘅。那个症状嚟嘅，咁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啦，因为虽然呢个一个肠胃嗰个症状啦，作呕作闷，但系咧你发现嗰条脷胎咧通常都系好干净嘅吓，冇乜脷胎嘅，咁呢同好多啲其他嘅疗剂有啲唔同嘅，咁同埋咧佢通常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都唔多口渴，唔多口渴，咁即系我哋睇到咧。
套根嗰、那个嗰、那个疗剂咧应用嘅地方咧，通常咧会见到一啲啲嘢冲出嚟爆出嚟加上咧就作呕作呕作闷或者会呕吐咁但咧就系、是、呕得好咧，但佢始终咧佢系舒缓唔到嘅，呕完咗之后仍然都继续好作闷嘅。咁喺嗰个胸嗰、那个胸肺嗰个问题咧，佢可能佢系出现哮喘咁佢啲好多啲好多啲黏液啊，好大声噶，呼吸落声落声嘅咁所以一般嘅情况都系咧，记住咧嗰、那个无论咩病都好啦，佢通常咧都系会有种作闷作呕作闷，唔口渴，离胎干净。咁可能係一个流鼻血咁样啦，咁套根嘅流鼻血呢啲血呢就冲出嚟嘅，咁当然啦，冲咗出嚟之后嘅人感觉到好软弱啦，冇晒力咁样，但跟住呢佢有种作闷嘅，孕妇都系嘅，孕妇呢当佢作流产嘅时候呢，佢会出现一个症状呢，佢好似作呕作闷，咁或者哮喘都好啦，咁佢咧都會企喺嗰個窗口嗰度咧，就要吸新鮮空氣啦，或者老人家嗰啲支氣管炎咁有好多好多黏液想走出嚟嘅。咁通常咧喺一個潮濕嘅天氣咧，會令佢個問題會差啲嘅。咁套根咧係一個好好用嘅療劑，好多場合咧都大家咧都有機會咧係應用得到嘅。咁只要記得咧，當你見到作嘔作悶。离胎干净咁嗱，亦都个情况你可以谂到咧，就有啲人譬如佢戒毒譬如阿片戒毒白海洛因戒毒咧，咁当然你要见到佢咧系咪作呕得好犀利嘅，作呕作闷嘅咁，呢种情况咧，呢个咧套根咧，佢可以帮助舒缓当时嘅好唔舒服嘅症状嘅。咁妊娠呕吐啦呢啲或者晕车浪啦，逢亲你见到任何嘅问题咧，系有呢个作呕作闷、离胎干净。啲系要呕得出嚟譬如呕咧系爆出嚟嗰啲咁样嘅呕吐啦，呢个系套根系一个好好用嘅疗剂。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